珍珠路怎么走啊？啊？珍珠路怎么走？你说啥？我听不清。我是说珍珠路怎么走？黑猪路啊，我不知道在哪。但我说你个老农民，你怎么这么会打岔啊你？你说我脾气大？哎呦，我从小就没脾气啊。还有说，我怎么跟你这个农民讲话怎么这么费劲呢？玩微信啊？玩什么微信啊？我就是一个农民，我哪有时间玩？我不玩。谁说让你玩微信了？我闲的呀我。啥？你给我钱啊？哎，我不需要钱，我的钱够花。还有我说你这农民，年纪也不大，怎么耳朵就聋了呢？啥？你说我脸红啊？哎呀，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喝了一瓶二锅头。我给你问个路怎么那么费劲呢？我是问你珍珠路怎么走？黑猪路？哎呀，我不知道黑猪路怎么走，我只知道珍珠路怎么走。对，我说的就是珍珠路啊。哎呀，听不清啊。哎，我跟你个大叔问个路怎么那么费劲呢？我是问你珍珠路怎么走。哎，我说你应该是个大学生吧，老师没教过你出门要有礼貌吗？你这问路啊，出口一个 A， 一个农民。我告诉你吧，珍珠路啊就在那边，一直往前走就到了。谢谢大叔啊。